青哥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大哥，我们爱你。因为今年呢是五月天，成军的第21年啦。从1997年开始，就是时间就是一眨眼哦，然后就来到现在。大哥大姐都非常的疼爱五月天，是的。今天有一个人有来到现场哦，在1998年开始呢，他就带着五月天去了很多的校园巡回、街头的巡回，甚至站上了他个人的大型演唱会。但今天呢，没有成功的把他凹上来舞台，但是他今天呢，也亲自来到现场了。谢谢你，小齐哥。这份情谊呢，从1998年来到了2018年，也持续了20年。20年的兄弟情，小齐哥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大哥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。是不是我们那个爱对小齐哥，就没有对团员之间好像很恶心的感觉啊？这不会啊，小齐哥，对，应该的啊。而且我知道你是真的爱。是啊，对对对，对，但是他已经有这个缇娜姐，我不行，人家也不行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